风管先退火处理，增加柔软性、延展性和韧性。填入细沙，防止扭曲变形。用圆柱形物件辅助造型。先钻孔1mm，后期再依需要调整。粘胶完全固化后，塞入棉麻绳，长度到上端的折弯处做上记号。保留大约5公分长度，让绳子末端可以接触到瓶底。放一点酒精在铜管的下方，铜管预热后会喷出气化的酒精，产生强大的火焰。气化的酒精已经与空气混合，可以完全燃烧，不会黑锅。火力强大，400ml 的水不到1/3就沸腾了。